大家好，欢迎来到HSK汉语课堂，我是陈丽。今天我们一起说说去丽江旅游。丽江在云南省，云南 province。来看我们要学习的词语。Please read after me. 请跟我读。允许，允许，无论，无论，危险。 危险，情况，情况，稍微，稍微，方面，方面，左右，左右，云，云，照，照，质量，质量，剩，剩，加油站，加油站，大概。 大概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航班，航班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Okay, let's learn some words and grammar points more. 无论 A 还是 B 都怎么样，无论他同意还是不同意，我都要去。 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其他人，这样做都是极其危险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话。First passage. 司机喝酒后不允许开车。 因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其他人，这样做都是极其危险的。极其 extremely. 司机喝酒后不允许开车，因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其他人，这样做都是极其危险的。 好，现在试试回答这个问题。根据这段话 ，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， 司机 the driver， A 很危险 ，B 爱喝啤酒 ，C 都很友好 friendly，D 酒后不能开车。答案是酒后。 不能开车。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的语言点。Now the grammar points for the second passage. 方面，天气方面，这个时候比较冷。买房子以前，价格、交通。 环境等方面都要好好考虑。左右，我姐姐打算30岁左右结婚，气温在-5度到18度左右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段话。 Now the second passage. 很多人问哪个季节去丽江旅游比较好。总的来说, in general, 丽江一年四季, whole year, 人都不少。情况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是每年12月到第二年3月。 这段时间, this period of time, 来丽江的话, 无论交通还是吃住, 都是最便宜的。天气方面, 这个时候比较冷, 气温在-5度到18度左右。 早晚温差比较大,
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morning and evening is large. 风景的话，主要是雪景，雪景 snow scenery。白天都是蓝天白云。With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s in daytime. 照出的照片质量会非常高。Now normal speed. 很多人问哪个季节去丽江旅游比较好。总的来说，丽江一年四季人都不少。情况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是每年十二月到第二年三月。这段时间来丽江的话，无论交通还是吃住都是最便宜的。天气方面，这个时候比较冷，气温在零下五度到十八度左右，早晚温差比较大。风景的话，主要是雪景，白天都是蓝天白云，照出的照片质量会非常高。好，请你来试试回答这些问题。一，为什么每年十二月到第二年三月去丽江旅游比较好？因为这段时间来丽江的话，无论交通还是吃住都是最便宜的。这个时候能不能看到雪景？能看到。现在让我们来听一段对话。Now let's listen to a dialogue. 先看问题。Let's look at the question first. 男的刚才担心什么？ A. 迟到。B. 赢不了。C. 会下雨。D. 不认识路。好，请大家带着问题听。Listen with the question. 十五，油箱里剩的油不多了，看看哪儿有加油站。前面就有一个，大概有四五公里远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刚才我还有点担心来不及呢。航班是十点的。来得及。男的刚才担心什么？好，我们来看看对话里的难句。刚才我还有点担心来不及呢。航班是十点的，来得及。我们再听一遍。 Please listen again. 十五，油箱里剩的油不多了，看看哪儿有加油站。前面就有一个，大概有四五公里远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刚才我还有点担心来不及呢。航班是十点的，来得及。男的刚才担心什么？好，现在请回答这个问题。男的刚才担心什么？男的刚才担心迟到。好，我们复习一下。允许，无论，危险，情况，稍微，方面，左右，云，照，质量，剩，加油站，大概，来不及，航班，来得及。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风景。
你会选择什么季节去旅游? Try to use the new words as much as possible. 请尽量用我们学过的词。再见，下次课见，加油！